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去追梦、去奋斗、去打工，有一部分人成功了。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我们一定会干好的。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失败了，是不是把梦想给跑了？只要我们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。就算我失败了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别都丧个脸，现实就是这样。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但至少我们努力了呀。梦想不一定都在远方，或许就在自己的家乡呢。这里是我梦想新的起点，也是我梦想最终能够成功的地方。我决定成立一家传媒公司，这样呢，大家就会大刀阔斧干了。我就是个演员，我就只在乎我的表现。你知道的嘛，当老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我呢，想成立一家关于发展金融业务的小公司。我就在所有的荒山上面种了一棵树。梦想成为一名烧烤大师多好！我要让所有人都实现他们的梦想。我的想法就是凭自己努力做点事儿赚点钱，让身边的人都过上好日子。我这条路见着见着，什么才叫做设计？就是预先专属。这次我必须得干出点成绩。来。安家乐业房产开业大吉！啊！打扫卫生房。从前呢，我们都为了梦想努力过、奋斗过。现在，在我的家乡，我们的梦想正在逐步的实现。